AI.果果，果果，你睁个小绿眼睛，不，你睁个大绿眼睛干什么？看苗苗，苗苗在那刚玩完游戏，有点累了。哎呦我去，李宝、菊宝，你俩干啥呢？耳鬓厮磨的。看看，这是我没上来、没进屋之前，这些猫都在干啥呢？我没上来之前，它们都是横七竖卧的，都一般都在躺着。就听着脚步，听着楼梯有脚步声了，就都上门口迎接来了。起来，去。偶像这一家这男主也来迎接来了。大帅，大帅，哎，不对，刚才是大帅叫的吗？大帅，大帅，不像，但应该是他叫的，是你叫的不？刚才，你徐宝，你还有功夫叫吗？还有功夫收拾胡英俊？你说，灿灿小伙儿，闪闪，好看，也好，好看，好看。今天怎么没去窗台呢？为什么呢？哇，胖虎在窗台呢。我说呢，胖虎在窗台好看。闪闪，胖虎还没惹你呢。哎，没碰你也跟人炸。你瞅胖虎立刻就撒娇，完了撒娇吧还不在你的眼前儿，离你1、2米远，跟你撒娇。哎呀，英俊，跑马溜溜的山上，跑马溜溜的你，你别进来了，你发情了啊！你一进来，那个梨花老追着你，你不嫌烦吗？大帅，我从你身边过去啊，我都怕踩了你，这么占地方。菊宝。菊小宝，菊宝我，哎呀，菊宝声音太洪亮了。我今天上楼有2个任务，一个是给你们喂一款新买的猫粮，然后呢，再把 AU 带走，AU 带到1楼去。AU 最近老是受你们这些舔猫的欺负，尤其李宝老是死缠烂打的，追着 AU 不放。哎呀，这会儿就把门挡上了，我怎么过去？哎，我过来了。哎呦我去，顶顶，外公也蹭，你别把外公那个墙皮蹭掉了啊。我看看 AU 啊，哎呀，我家 AU，AU，我今天带你下楼啊，去那你阔别已久、似曾相识的地方，灿灿，黄金小伙儿。一天天太忙了，真是忙的脚打脑后勺，不是脚打后脑勺，刚才打错了。还好你们没有一个比我有文化的，挑不出来什么理。英俊想去厕所了，是吧？还找哪个厕所比较适合他的口味？五香味儿的去吧。哎呦我去！你们干啥呢都？都因为有好东西吃啊？好看。胖虎。李宝。顶顶。菊宝。我进去拿。我进仓库拿新买的猫粮给你们尝尝啊，看看你们吃不吃。